怎么样？开始吗？开始啊。我经过大半天的实地勘察，绞尽脑汁制定了这个作战计划。哎，叫还叫劲？哎，兄弟们，那是跟闹子能较劲吗？叫死。这个脑子这个长，那个长的什么母子样子？报告长官，麻烦你几出来，让我们看看喽。严肃点，现在召开的是军事会议，不是茶余饭后的交谈。那你就不要拽文教师，你手撒大不就行了？不，鸡巴子的屁声都弄出来了。啊，就是棒子，站起来！你们俩到这儿站着。是。进来。一。八。下面我来说具体的作战方案。你知道吗？我从第一次见到你，还真有点喜欢你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哎呦，出血了，出血了！来来，我给你坐坐，给你坐一坐。什么呢？是你呀！你看，吓了我一跳。人家这不是怕你口渴，给你送杯水来了。哎，你没参加那个军事会议。军事会议啊，早被猴子跟郭结巴给搅黄了。哼！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我们要层层设防，步步阻击，利用街道两边的建筑物组成交叉火力，坚决堵住进犯的日寇。好。报告特派员，我还有个问题。专务室讲。不用转了，我这样说挺好的。点兵扼要，说。我既贱又恶，如果堵不住咋办呢？堵不住，堵不住再堵啊！最后撤到这儿，坚决守住。报！你别报了，说。要是没命了，要不要紧？即使守住。我不是说了吗？坚决守住。必须。小鬼子用小钢炮一顿狂轰滥炸，必须就没命了，坚决就更没命了。我说你们俩存心给我捣乱。特派员，我觉得他们俩说的有道理。特派员，你坐。猴子结巴，你俩回来坐下。是。我刚才说猴子和结巴说的有道理，是因为他们俩说的结合了我们自身的条件。那请你说说具体的嘛。层层设防，步步阻击，小鬼子来的人一定不会少，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和我们硬拼。
在这种硬拼中消耗我们的战斗力。宋人听闻无稽之谈，有稽无稽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那我们马帮怎么办？你想扔下不管吗？就是为了保护好我们的马帮，所以我们不能让小鬼子摸清楚我们到底在哪里。你们要各自为战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给小鬼子布下一个迷魂阵，让他们处处挨打还找不到目标。这就是我们这次作战的原则。我说的大家都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记住，大家在左臂都缠上一条白毛巾。哎，你这个搞那个东西干干别干了。你要是想挨自己人的枪子啊，你就别缠。那就不你看蔫儿挖屁别茄子了。好，大家都去准备吧。小小老毛子，你俩快去。是。等一会儿大才，你跟我跟得紧一点啊。怎么？我得保护你呀。你这打起来你还能顾得上我？看你说的，就我这身子骨怎么的也替你挡几颗子弹吧。一堆人马悄悄地摸进去，记住大枪都不要，一定要找到那只马帮，把他们击往大街。嗨嗨，山真神的功劳，看得出来，从万规矩出牌，
这就好比做生意，赔本的买卖不能干。你要是做生意，肯定是个投机商。承蒙夸奖，只要赚钱我就高兴。是你，那是，我反应特别的快。慢，哟，你这自信心从哪来的？啊，走路都顺拐了，反应快呢。我是个顺拐子，也比那百里八级的要强的多。我再次警告你啊，我这点缺点，以后不许你再提了。小胖子，我发现个问题啊，蚂蚁和房曼丽眉来眼去的，没发现？我看不，咋不可能呢？我猴子火眼金睛，一看一个准儿。火眼金睛呐？那个三明三暗。再次用鱼特派员的话再次警告你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，你要把你的嘴层层设防，不顾阻击，像这样伤痛我心血灵的事情不要再提了。也一直要你。警官！
我杀你！我什么？哪来的？堂堂咱的小相公，你给他来一封，我找姑娘。 大队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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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队
这样的话，咱们可就糟糕了！大队长，要不咱们快撤退吧？啊，撤！快打！干啥呢？大队长，这是逼我们又包子拉狗，又去误会呀！这快点啊！哎，再见！ 快去装驼子！快快快！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
大叔。好，我同意了。太好了，大叔，谢谢你啊！阁下，走。康队长，你听个声啊！哎，那胸脯啊，那狗胆子，还有那白花花的大腿，哎，不知道咋的，我一见到那白花花的大腿啊，我就起了坏心了。上没上岸了吧？你们笑什么呢？哎，大家静一静啊！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那是母子好个好个。哎呀，你说也说不清楚，闭嘴，让陆医生说。叫，不是阿舅，是阿姨啊。我问你们，你们认识他吗？哎呀，我那陆大妹子，我以为啥天大的好事呢？啊，你们把我当傻瓜了？就这？我怎么把你当傻瓜了？你看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你问我啊，认不认识他？这不要说我扒了他的皮，认识他的骨头，就是把他扔到万人堆，我一眼也能把他挑出来，信不信？哎，你信不信？这么自信？哦，那你以为啥？我是猴子是谁啊？火焰金睛美猴王，啥样的妖魔鬼怪，在我眼里？一眼就让他现原形，跟你说，叫死了！猴子啊，你有这个本个本事嘞，只要他旁从他旁边飞一个个苍蝇啦，个蚊子啊，跟你一家伙，他就能分出他的根。我操！哎，大家不要笑了啊。陆军爷，不信咱可以打个赌嘛？打赌？啊。你问啥事情，我都能给你答上来。行，我跟你打赌。那你说赌什么？赌，我知道。这，如果是我输了，你把我的眼珠子摘下来扔到地下啊，当泡菜行吗？这个我不赌。咋？害怕了？哎？害什么怕呀？我是说，我既不能把你的眼珠子摘出来。也不能把它扔到地上当泡彩。哦，那不行，这如果我输了，我蹲在地下撒尿行不行？啊！你跟他斗。咋样？我有了，你呢？随你便，你想怎样就怎样。随我的便，我想咋样就咋样。陆俊爷，那我可说了啊，我让你陪我。快点！猴子，你盯着我看什么？啊，你们两个人打赌，愿赌服输，跟我没关系。康队长，这跟你说的啊，大家都听见了啊。陆大妹子，听着，如果你输，我让你赔我。母子啊，找郎中看牙去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呢，就是个看牙呀。这样子，你跟你个傻猴子，你那牙还买咋急呀？我瞒你说，三明三暗。大活动嘞，那时候行，我答应你，陪你去看牙。好，那现在就开始。你说吧，啊，猜他的啥？你说，他是男还是女？我还以为啥天大的难题呢，就是这啊！你这不是孔夫子返乡道归？找输你吗？
你说呀。那是，啊，他姓搞，名虾，叫搞虾啊，土孝子一个。那你就到那边蹲着撒尿去吧。咋回事呢？哎呀，这真的是个卖子。哎，臭小子，眼珠子掉地上。我的天哪，女的。高夏，你说吧。大声地告诉你们，我高夏不是哑巴，我还要还我的女儿身。扭转战局的重任交给你们了。来，你们都是享誉我大日本帝国的九段黑带高手，用你们手中的战刀去杀开一条通往胜利的血路吧。拜托了。愿为剑王效忠。嘿，大队长，您把这六位大日本黄金武士交给我，我保证把那些马帮和那些人给你抓回来。你别又是在说大话吧。这次我保证我用人头担保。好吧，说说你准备怎么做。层层设卡，步步设防，我还要让他们再过三关。三关？没三关，这第一关嘛，我要学《水浒传》中的松二娘。你是否想起曾经走过的山路，山里在悄悄绽放。相爱相聚
今生还是那样优雅。当来当去，弹奏着情到深处的故事。Yeah.